Baby Bus， 嗨，快点击这里订阅我们吧！哇，游乐园，游乐园！我想上厕所。哦，我也要。哦，好，我带你们去。秘密和妙妙在这里等哦。好，我们就在这里等着吧。Hello, hello, 小朋友，我想去糖果店。Hello, hello, 小朋友，你可以带我去吗 ？No, no, 不可以，因为我不认识你。No, no.爸，我想吃爆米花。好，小福，你在这里等一下。好。Hello, hello, 小朋友，一起去看游行。Hello, hello, 小朋友，想看游行跟我走。OK, OK, 一起去，我想去看游行。OK, OK, 一起去，看游行很有趣。跟我走。小福跟陌生人走了。No, no, 不可以，不可以跟随陌生人。No, no, 不可以，不可以跟随陌生人。嘿嘿，陌生人，你是谁？我不认识你。嘿嘿，陌生人，你是谁？我不认识你。要跑，悠悠抓住你，嘿嘿，不要跑，悠悠抓住你。陌生人很危险，跟陌生人说 no。陌生人很危险，跟陌生人说 no no。秘密，妙妙，小福。你们都没事吧？嗯。大人不可以丢下孩子单独玩耍。哦，对不起，是我太大意了。警察叔叔，哦，我请你吃爆米花。哦，也不能吃陌生人给的食物哦。走丢了怎么办？小朋友们，明天的野餐你们想吃些什么呢？草莓、香蕉、大包子、巧克力。我要吃鱼，这些我全都爱吃，我全都要。好，我们的购物列车就要出发了。是茄汁味的好的，还是红烧味的好的？还是我试试麻辣味的呢？爸爸，你说我买什么味的好啊？啊？爸爸，奇奇妙妙，你们去哪儿了？让叔叔看看，你们都买了些什么？小福，你拿了你最爱的鱼罐头了吗？啊，小福，小福，你在哪儿？小福不见了！小福，你在哪里啊？不见了！小福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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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们跟紧我，不要乱跑，不然连你们也走散了。怎么办？小福不见了，他找不到我们，一定很慌张。
是爸爸，爸爸，我终于找到你了。小朋友，你找谁呀、对不起，对不起，我认错人了。爸爸，爸爸，你在哪儿呢？平时要记住爸爸妈妈的手机号哦。万一在商场和爸爸妈妈走散了，不要慌张，记得找保安叔叔帮忙哦。小朋友，你怎么一个人啊？是不是和爸爸妈妈走散了？保安叔叔，我找不到爸爸了。你叫什么名字啊？我叫小福。小福，你记得爸爸的手机号码吗？记得，是18120821858。妙妙，我们让多多来帮我们一起找小福吧。好主意。喂，爸爸，我是小福。小福，是小福。小福，你在哪儿啊？我在一张桌子旁边。桌子？除了桌子还有什么？还有一个保安叔叔。小福，你把电话给保安叔叔，让叔叔和爸爸说。好。喂，您好，我和您的孩子在超市入口的服务台呢。小福在那里。爸爸，爸爸，爸爸！小福，是不是吓坏了？以后可要跟紧爸爸，别再走丢了。真是太谢谢你了，小福，快谢谢保安叔叔。谢谢保安叔叔。不用谢，小福，你表现得很棒哦，因为你没有慌张，懂得来找保安叔叔，还能记得爸爸的电话号码呢。小福，终于找到你了，真好，真好，谢谢你啊！小朋友们，如果不小心和爸爸妈妈走散了，记得找保安叔叔帮忙哦。最重要的是要记住爸爸妈妈的电话号码哦。再见。滑梯那边玩好吗？好呀，玩什么游戏呢？玩捉人的游戏吧。好耶，那我来捉你喽。糖果给你，跟叔叔一起去玩吧。不，老师说不能拿陌生人的东西。老师，这里有奇怪的人。小朋友，你们做得很棒，在幼儿园里遇到陌生人要马上告诉老师。我们会保护好自己的。小朋友，你们也要学会保护自己哦。
喜欢我们，记得点这里按赞哟。大家好，我是琪琪，我是妙妙。小朋友，你们知道警察叔叔是怎么守护我们的安全吗？今天我们要变身成小小警察，到街上去巡逻哦，快跟我们一起出发吧。宝宝巴士变变变，奇妙小警察。我是一个小小警察，开着警车到处巡逻，看见一个迷路小孩，别担心，我帮你找到妈妈。我是一个小小警察，开着警车帮助大家，遇到困难找我帮忙，有我在守护大家的安全。我是一个小小警察，开着警车带你回家，终于找到了你的家，别着急，马上就能回到家。咪咪咪咪，妈妈妈妈妈妈，宝贝。琪琪妙妙，谢谢你们的帮忙。哇，今天琪琪妙妙帮助小猫找到了妈妈，我们一起颁个奖章给他们吧。啊耶！这是什么呢？走
欢吃的棒棒糖，我要分几个给乐乐。怎么办？工程巴士载着工具，快来快来修一修。没问题。检查过轮胎，扳手来帮忙，换呀换一个圆圆的轮胎。哈哈，警车修好了。哇哦哇哦哦哦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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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哦。可恶，导弹车抢走糖果。怎么办？直升机巴士飞上天空，快来快来找一找。没问题。向左飞一飞，向右飞一飞，向上飞一飞，向下飞一飞。哈哈，导弹车找到了。哇哦哇哦哦哦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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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哦。可恶，导弹车抢走糖果，怎么办？直升机巴士，工程巴士，快来快来帮帮忙。没问题。一个向左追，一个向右追，一个向前追，一个向后追。导弹车抓到了。哇哦哇哦哦哦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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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哦。我的糖果，哇哈！导弹车，把玩具还给我！导弹车，又是你！啊！
知不知道这样很危险？我们是速度最快的车。滴滴滴，让开让开。嘿嘿嘿。都怪这个牌子，哎呀，好痛啊！我有个好主意。跟着我去捣蛋，一起去捣蛋，拿走指示牌，偷偷换一换，我们快躲起来，这一定会很好玩。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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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哈一起去捣蛋，拿走警示牌，偷偷藏起来，我们快躲起来，看看会是哪个倒霉蛋。这到底是谁做的？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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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哈，我们是捣蛋王，我们爱捣蛋，警车追来了，快点想办法，让警车也看看我们的厉害，我都等不及看好戏了。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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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呼呼呼呼呼呼呼，嘿嘿嘿嘿嘿嘿，抓不到我们，那那那不不，嘿嘿嘿嘿嘿嘿。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哈哈哈哈哈哈哈 ！No no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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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no！ 哈哈哈哈哈哈哈！抓到你了！哎，又是安全警示牌！你们随便移动安全警示牌，危害了大家的安全。现在，请跟我去警局吧。我们再也不敢了。